其实回来就好，去哪一队都可以啊，因为都要对战啊，你有你的人气啊，我托你的福有你的气啊。现在很多人想要进来干，你们是真的啊，要不然你以为富邦是笨蛋哦，才赢那么多钱，几场就回本了，几场就回本了。我叫投手就要小心了，该保送就保送，不要太不一定打得到。好，他加油哦。跟阿德他们两个带五棒带位很关键，他们蛮适合带这个球队的。再加上其实回来就好，去哪一队都可以啊，因为都要对战啊，你有你的人气啊，我托你的福有你的气啊。现在很多人想要进来看你们是真的啊，要不然你以为富邦是笨蛋哦，才赢那么多钱，几场就回本了，几场就回本了，对啊，这场这几场就回本了，拿我的球就好，球也很本分，对啊，对啊。不过你是确实是有那个跟他们不同的，没有，我是一样台湾人。刚刚那个谁啊？王振堂。哦，王振堂。就是到柏林。柏林。后来我就没有啦。侯总客气，侯总客气。一打球就说上去就。我被放了，那个豪豪迈，那个豪放，对啊，但是你看你当敌人就有点危险，还是要跟你对的，还是要打到球为止。对，打到球跟你啊，我叫投手就要小心了，该保送就保，不要太不一定打得到，好，他加油，好。那徐亮，好，对，昨天是第一次嘛？对啊，昨天第一次。昨天打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打起来怎么样？没有这样，可以。很舒服啊。很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因为太软了，有点不适应的。哦。因为有点难算弹跳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有点太软，跟国外的巨蛋有点差别，对吧？我帮你查过，你有去过光芒，一定有去过。然后还有那个蓝鸟的巨蛋，对吧？主要就是真的有差，这里面是比较软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比较软，草皮没有很长，对吧？比较软一点，天板的草比较长，那里面的人工草皮那个好像比较长。哪里啊？天板？没有哎，他们还比较短。他们比较短吗？超短的，然后又蛮硬的，蛮顺的。蛮硬，因为比较好算弹跳，这里就对。他们好像不会弹起来，就好像有点难抓那个皮球的去那个节奏。那这样手背是不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可能就是重心压低一点。重心压低一点，看着球的弹跳的程度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尤其是反手，是吧？你因此多练几颗几多量的球吗？啊？有因此多练一点吗？滚地球的球？有，还一定要像我。我通常 BP 的时候，我是接完一般滚地球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不接 BP 打的球，然后是一定要接出来那个球弹掉球，然后球都会沿着地板这样走，一定要，这要注意的，对吧？那巨蛋好不好打？全垒打？这不知道哎，还不知道，BP 还蛮正常的 ，BP 很正常，对吧？正常，还可以啊。你有算你几分吗？啊？刚刚有算你几轰出去？没有，因为我都不会打，我都不会那个打完球都不会看外野球，然后拿我就确实击球的时候，看那个球的品质有没有打得比较强劲，对吧？这是我想要的，对吧？你觉得台湾有这一颗大巨蛋有一些什么意义？有一些什么意义吗？很幸福啊，不用在外面晒太阳，对吧？所以这颗蛋就觉得。希望以后就越来越多颗，对吧？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好。